先打个招呼。你要多好。Hello， 粉丝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哲瀚。哲瀚，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在这个剧中您扮演的角色的大概。林夏在这部角色，林夏在这部剧里饰演的就是，林夏这个角色在这部戏里面是一个探长，一个静安巡捕署的探长，静安巡捕的探长。然后呢，是一个非常勇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勇敢、非常智慧，然后聪明的这样一个角色嘛。然后，他而且对女主角是真的是从一而终，就是怎么说，非常完美。有还是作为人来说还是有缺陷，能力不够。那当时就是怎么会让你就选你来演这个角色？因为当时林老师就觉得这个林夏可能这个当时这个起这个名字的时候，要是说就是我平时生活中也是比较阳光，比较就是说像就是说像太阳一样的这种感觉。然后呢，所以他就取名叫林夏，就这个角色就给人感觉就很舒服，还像夏天温暖所以比较适合我。这个角色名下是根据你的就是个人形象定制对，很和我大部分的感觉和性格来说都比较一样。那谈一下就是这次跟那个李一桐合作下来的什么我们的合作，他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人，有天赋，对学习能力，学习能力很快，他的感受能力和就是说，他对这个情景和这个人物的相信很高，就是演戏主要是为什么有的人看别人演戏不想笑，因为他首先自己不相信，在那个剧里。自己不相信这个里面他是爱的人，所以他自己都不相信，别人当然看的人就更会去相信。所以你首先要自己很相信这个角色，相信在里面有相爱的感觉，你才能打动你电视机前的观众。我觉得你在那个上次读书期间就是演的是青春偶像剧，就是你会爱上你这部，然后之后演的就大多数都是古装戏，你平时自己比较喜欢演现代剧还是？我觉得都是尝试吧，可能在我没有拍古装戏的时候，我想拍古装戏。在我拍了很多古装戏的时候，我肯定也会想拍拍现代戏或者古装戏，就是不同的感觉和不同的人物，而且你演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古代的人，你不可能就是说像现代人那样，可能轻松啊，或者说一些很逗逼的词语啊，或者大家像我们就，比如说我和李一桐在戏里面不会有这种，就是说。因为是在那个时代嘛，时代的背景是那样的。在2011年的时候，你拍了一部电影《一种爱情》，就是那个鬼爱这部电影。就之后有还有那个往电影方面发展，拍一些大屏幕的电影的那个计划。有，当然要，我也想很想很想去拍一些电影，因为这样可以请我的亲朋好友去电影院收看我的电影。这是一种不同的感受，比如说他们坐在电视机前面守的这个时间段看你的电视剧是一种感受，当他们买票进电影院或者请他们去看电影都是不一样的感受。因为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拍完鬼爱就把我上戏所有的同学，我上的所有的制作水平就他们所有的人都坐在电影院里面，然后我们去电影放完了我去谢幕的时候，就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因为回家了以后，回家了以后在看电影都是这样。那就是近期就前段时间有那个播出那个单曲《单曲》嘛，然后这部戏比较火，然后很多网友就是贯穿了一个称号，就是古装肌肉美，一个自己是觉得自己是肌肉美，这个称号有什么好的？
能就是平时也算锻炼，假装肌肉，现在也是肌肉美男，因为但现在来说可能还是时间比较忙，锻炼的是主要还是打篮球，健身方面我们这边条件也比较有限，少了一些，可能之后拍完这部戏有时间就可以强了，瘦了很多东西，特别瘦。那之前有一个就是中韩梦之队嘛，在那个成功直播室里放的那个视频，就你在里面的表现，就是是中国对于中国女足啊，那个爆发力和那个跑步的那个都比较速度比较快。就之后还有就是齐华参演一些别的那个真人对决。有收到一些真人秀的邀约，也会去尝试。我觉得参加真人秀跟拍摄是不一样的体验。开心，然后也能展现自己在说戏的感觉，不一样的一面，更加生活的一面。就是比如说，可能在戏里面看不出我是一个人跑得很快、跳得很高的人，然后对演其他人这个角色，然后会去看到另外自己就更加本质，就是生活上的一面。然后你在真人秀里面，哎，你会发现，哎，原来张子涵，可以跑那么快，是一个很爱运动的人。然后也爱唱歌爱跳舞，是这样的，可以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可以放在前面展现一下。那我再问你啊，我看您微博的名字叫刚子爱疯子，你是为什么把自己称为疯子？我觉得疯子说呢是一种态度，一种人生的态度。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在生活，每个人也可能他们都在，有的人工作很乏味，都在重复一个一样的事情。我觉得人活着说的有点大，我说人要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怕不为了你做一些名啊或者利益，就是你想做什么事情只要勇敢去做，就是哪怕觉得人家觉得哎你是不是有脑子有点问题，是不是很疯啊，你很傻，是不是在一件这样的事情，那你其实你做了你自己想要的事情，享受到这个过程就很好。而且我觉得就是说人活着你要活出自己的个性，每个人都是不一样，所以你去做跟别人不同的事情，如果你在重复跟别人做一样的事情，没有你在重复做，你在感觉你在复制别人。如果你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做了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做了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那你翻书传奇它是一个古装戏嘛，半妖倾城是民国戏，那你拍完翻书传奇再拍这个半妖倾城，这时代又跨度挺大了，这一块没有穿起的感觉。因为翻书传奇也是两年前的作品，应该会有这个跨度很大，只不过应该是第二次刚因为刚刚拍完一个谍战剧，就属于一个年代的。不会，我觉得做演员他就要去适应这个年代的背景。可以啊，就他跟谁的？一个是视频还是什么？频道是频道。OK 了吗？